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前程素远。张马油漆。安妮哥，你来啦。对呀、啊。我还准备去挖虫草呢，差点就不敲了。对啊，我今天也是这么早过来，就是因为我想去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一起去玩除草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但是我们这里走的话要3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的哦。哦，这个没事，3个小时，我以前小时候我一天天爬山的。真的？对啊，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生活，不怕的。那你走不动的话，我把你扔了。你人心吗？不会吧，你真的把我扔了，万一有狼呢？好了好了，我买了一些东西，我们拿去挖除草的时候要吃干粮和那些饮料还有水果。好，谢谢安妮哥。分一点给奶奶吃吧，好不好？好的。然后另外一点你要抓上。安妮哥，好呀。好的，后面。我要跟着你后面。好吧。哇，安妮哥，你快来看啊。怎么了？你看这个好不好看？挺好看的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是中草药。中草药是不是啊？他以前救过我的命，就是每天我吃它，就我的肺呀、这种都会治好的。啊，那么厉害的中草药。这叫什么名字啊？把它挖开吧。这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北漠。北漠。不会是那个川北漠吧？对呀。哇，这个我知道，好多功效啊。哇，这个海拔那么高的地方，你看看。这个川北漠，这个是有好多功效，我知道，这个很出名的。哇，拿得一件啊。确实挺好看的，你看看。对。哇塞，我们挖走吧，快点快点。好的。哇，挺难挖的啊。对，很难找。哇。我们这种的话很难找。哇。你看，哇，找到了，好看吗？是这个吗？哇塞！把手给擦一下。哇塞，就这么小是吧？对。哇，有些很大的。有的很大的是不是啊？哇塞，终于见到了啊！哇，太好看了。对。哎呀呀呀！好吧，我们走吧。哎呀，装满油漆，快过来！怎么了？我找到一个好东西了。找到一个好东西了。哇，好看啊，好看的一朵花呀、对呀、这个、可以吃的。这个可以吃的、这个有没有功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降血用的。降血呀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哇，那么好的东西啊、对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直接这样吃了吗？把那个皮。这个是老年人是不是高血压可以吃的吗？对。哇，你们这边好东西那么多啊。好多中草药。对呀、你把这个这样吃了就好了。这样吃了就好了。给你吧。你吃我看看。好，你先吃着我看。就这样吃的是不是啊？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我觉得。来，我也试一下，我也试一下。我是苹果样子。苹果样子的。我们习惯了。这个直接可以吃了是吧？对。那我吃了。好酸。对呀、大酸了。太酸。好酸。今天还有一个川贝母。还有一个川贝母啊、在哪里啊？哇，我感觉我们两个运气很好呀。对呀、哪一个哪一个是这个是不是？还没有开花。还没有开花。还没有开花。啊，这个还没有。快点挖起来吧。好吧。哎呀。哇，装满油漆啊，这个花好漂亮。别碰它。为什么？上面有刺，有刺是吧？走吧，走吧。走吧。哎呀，差一点就我又摸了。安妮哥，你快来看。怎么了？找到一个吗？找到一个了。哇，是不是哦？哇，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找找看。我看看在哪里啊？我看不到。在哪里？我提醒你，看不到。这个圈圈。这个圈圈。哇，这么一点点你们。这么一点点啊，才你能看得到。对啊。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卓玛油漆啊，你好厉害，快点挖，快点挖，怎么挖？快点挖！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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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哇哇塞，哇塞，哇，好大一个！哇塞，这怎么好，好大呀？对呀。哇塞。这太好了，你好厉害啊。哇塞，这怎么找呢？这太难找了，我一个都找不到。这找马油漆怎么找的呀？安妮哥，哎，快来呀！怎么了？我找到虫草了。又找到一个了？对呀、哇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真的还是假的呀？真的啦。真的啊？哪里有假的？你可不会骗我的吧？在哪里啊？
你找找看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真的找不到在哪里，在哪里？嗯、在这个圈圈。这个圈圈啊，在这里啊。嗯，对。哎呀，真的，你看看，好好，应该也是个好大的一个啊。嗯、哇塞，快点挖起来。好吧。快点挖一下，快点挖一下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哇塞！感觉到。我说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大的样子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。哎呀，我看看，你怎么哇？是不是这个？对呀。是不是？嗯。哦，好大呀！哇塞，这个够大呀。对。哎呀，找马用心啊，一个都找不到，找了一天啊。很正常，我们这里来的外地人都找不到，很正常的。嗯。哎，你看阿磊哥，那下面有很多人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他们也是我们家乡的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阿妮，哎呦哥，没有。爹，西门的烂的。哇。俺不够用吃。嗯，俺就见着了。他们找到多少了？啊、他们找到一些了。可以看一下吗？哦、我要想看看。装那个用弄个破子用着，就见着了。哇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嗯、他们找到多少？哎、哇，这个好多呀，嗯、而且好大呀。这个阿姨的，哇，好大。好这个好带，好多呀，因为一个比一个好厉害。哇哇哇！你的好哇，一个比一个厉害，好带。你看这个好粗的，然后这里也有好粗的。哇塞，哇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张马油漆，张马油漆。阿妮哥，你应该饿了吧？过来吃点东西。好，快走吧。好的。你先吃点这个水果吧。好的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分开吧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快点吃啊。我给你分了，没事，不要分，不要分，我吃这个就可以了，不用。哎呀，那我就要要小的，我要小的，嗯，我要这个。装满油漆，嗯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嗯，好。以后，就是你以后打算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就是在炸弹楼的梦想。我的梦想是赚点钱，把奶奶的病治好，把奶奶的病治好了，我就好了。我的梦想就这个，在梦想肯定是不行。我从来也没实现过愿望。一个人都说你的愿望是什么，我也不想说什么，只是我想我奶奶一直陪在我身边，一直陪在我身边。我怕我奶奶走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了。嗯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不哭了，好不好？你缓一缓，然后缓一缓，什么都会好起来的。然后我们马上，天马上黑了，我们要下去。别再哭了，哭对身体不好。你现在是长大的时候，不要那么伤心，会影响到你身子长身子的。好了，好了。好了，不哭了。没事的，没事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，你别哭了，好不好？知道了。我认识你，其实我很幸福。人家都是嫌弃我、排挤我，都觉得我很没用。他们说我很笨。说过什么？反正我家乡的人啊，有些人都是嫌弃我。奶奶说不要听他们的。我真的很难过。好了。他从小到大把我养大的。不怕不怕，啊，找马油漆，别哭了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一个惊喜，好不好？快点，开心起来。